啊，他们第一次来力宝，对不对？第一次到赛车场。对啊，终于第一次来赛车场。今天道腾国际来邀请我们来到力宝，他们有个 PHEV 的 Alpha 的油电车的新车的发表，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赛车场体验一下。第一次来这边，感受这个现场的这个音爆声是还不错。空气中弥漫着那种汽油跟轮胎的那个味道，看到其实有点感动。之前都是在电动里面啊，然后现场真的看到这个柏油路，然后真的看到这个车子这样刷过去，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喜欢去澳门啊，什么现场看那个 F1 有没有？你看那边有在排队准备要出发的，还有 Showgirl 呢。看看等一下有机会哦，可能可不可以坐他们的车子下去绕几圈看看，享受那个居力。那到底是享受还是要刺激啊？啊，因为这个好像你如果要下去跑，要上些课嘛，哦，所以我们这就没有办法下去参加。以后有机会啦，如果要赛车场的体验，好，再交给你们的啦，交给你们。有没有想要开开看？妈的，阿呆打电动那边甩尾甩得很开心，搞得好像很强一样。妈的，真的让你来跑一下，我看你会怎样。我怕我车先闪掉。这个叫什么？键盘小霸王。等一下我们再看有什么好玩的 ，check it out。它这个本来是原车 3.0 从德国买，原车他买，然后再运到丹麦那边全部改装，全部都是照那时候的赛车规格去打造。赛车规格已经不是原来的车了，都是重新开模去做的，量身定造。对，排气管也是保加利亚的，整长头段，我陶瓷练度的。丹麦改好，然后直接送过来，要花了3.5年的时间。一些都是来这里之后又稍微小小的调整，像这个，这是后来加的，就把。加一个铝制的铝制水箱，原来它的制作的技师，我就叫他请他帮我签名做一个名牌在上面，专门量身定做这样的感觉，就 AMG 名牌的意思啊。以后出问题找你啊，我跟你讲，就这个签名这个啊。这些贴纸是他来就有的吗？还是没有，是后来贴的，后来再贴的。对，因为我是复刻他原先最经典的 MSA 的赛车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涂装，我是拿着模型车去给那个彩绘店家来。现在流行这样，对，拿着模型车然后去照做。对对。那内装的部分呢？全部的那个防滚笼都也是来就有的吗？对，就是那边都做好。那内装其实我还是保留一点舒适啦，它的传动轴是维持原来的六角橡皮啊，我不想说。有时候我们开太紧绷太累，你知道吗？厂车的一些面板啊，还有那个控制的旋钮，阿呆你们看到，你在电动里面才看得到的东西，还有保险丝全部都是外露，所以很方便维修。外挂电脑也是放在旁边的，电脑插着插头在那边插着就可以用了。门打开闻到老阿法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爆龟真的做得很漂亮，而且它这个整个空力套件应该就是真的都是有效果的。你看它侧面这个开口，这不是爆龟爆好看而已嘞，人家那个是有含义的，好不好？方便那个赛车的散热，刹车的散热，而且你看它牌子也是，我跟你讲细节啦。很漂亮的一台车子哎，这个所费不带啊！哦，侧牌，侧牌对，哎、欸，天窗还可以做动啊，它这是铁天窗哦，对对对对。动一下，动一下。还会喷水，你知道刚在里面那边转那个汽油棒浦，还听到，汽油棒浦是加大的，所以它的喷油是有调整过的，里面都会听到那个在运转。对啊。超转灯，超转灯，它中间有两个灯是那个超转灯啊，这个是一阶是250匹啊，啊，打上是350匹。哦，可以这样调哦，好帅哦。这个风扇、哦，风扇是手动的吗？对，这个是，其实你关起来是可以，但是它水温到了80的时候，它会自动，它这里还会再自动有一个风扇会在转。我以前开那个胖头 GT 的时候啊，那胖头 GT 也会抓温度啊，就自己再加一个风扇，然后做一个开关了、啊，拉个滤泪。我还有做过自己做水喷，你知道吗？一打开喷水，对啊，它会喷水箱啊，降温啊。我以前开那个 Rover 220，自己加一个喷水头去喷那个水箱，开下去就喷。温度都很高。对，那时候那个车，欧洲车来台湾都有时候会水土不服吧、啊，狂啊狂啊狂啊，真的疯了。其实我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对不对？有时候买到一些啊觉得很经典的车，就会觉得很想要把它。可惜没有那么多位置，你知道吗？还要找一个车位给他。对，你的车场那么大，可以的。给他出发了。对啊，没坐过哎。
心脏受得了？要不要先叫救护车？不然我这样走了吧。好，到了，拜拜，拜拜。我们车手怎么称呼？贾斯丁，贾小斯丁啊，不是小贾斯丁。这车有什么做什么改装吗？主要就把它散热弄得好一点，不然很容易锁压。轮胎因为下赛道就用 GRS 就半热熔，没了，没。避震器也是原来的，都原来的。然后有改挡牌，哦，他贴一台这个，这个是那个计时器，主办方提供的，通过终点的时候它会开启。所以你说你来开三四次了，对，那现在还会紧张吗？开起来还是会兴奋的，兴奋跟紧张是不太一样的。对，耶、yeah, ，出发了。因为会暖胎，所以天气比较冷，可能需要暖个两圈。哦，然后跑这个要跟前面拉开距离，比较好。第一圈大家都还在暖胎，所以应该不会拉开。哦，他们那个 GT 三保时捷一下就拉开了。对啊。大概8圈，回去时间到了，好了，我不会想去。叫我去做这个，那像坐云霄飞车，你知道吗？这么夸张吗？他真的认真开起来，你没办法采访。我光全身在 hold 住那个甩的力气，对我就没空了。我手上还要拿一只 GoPro， 那只 GoPro 基本上是这样晃的。其实我跟你讲，在开车会很兴奋，肾上腺素会。他，我刚刚看他已经回来了，我看他手都还在抖，呈现一种亢奋的状态。当你刚刚出现在我们后面，我快吐了。我要回复一下，我要补一下血，还是你自己下去开？我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全国观众都想看你。我跟你讲，完全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蛮酷的啦。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等一下换你，你会吐吗？被他讲那么恐怖，再试试看。那你最快一圈多少？有拿到对讲机的车友，等一下我们拍摄的时候，请跟着前车走你自己的赛车线，不用跟着摄影车走。赛道一圈多长？我不知道哎、欸。我们平常跑大概2分多钟这样。开始喽！来，后面跟上，跟上，跟紧，跟紧，跟紧摄影车，跟紧摄影车。我懂他说为什么要蹭的。对，一定要蹭，还没有完全热起来，要两，再大两圈。看这个，要是这圈要是有机师，应该成绩还不错，因为没什么打滑。有没有爽够？感觉没爽够。有没有腿软？没有啊，可以再快一点。而且我还一只手拿对讲机，一只手拿。太刺激了。跟玩游戏不一样，要认真看路线跟刹车点。白色，红绿，还有聊天。那他一定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今天非常感谢 Tony 办这个活动，真的实际来体验，好好玩。而且你也在台湾拿到。第一个黑旗，我在台湾的第一个黑旗，真的亲眼目睹我被拿台湾举黑旗。其实我会喜欢来参加这种，就是所谓 track day 或是车主日，就是我觉得啦，因为以前的人可能对于去赛车场或是比如说像你们以前有龙潭或什么，对，那时候比较自由，但现在都是变得比较自私，比较规范比较严谨，大家会觉得好像离他很遥远，那其实没有，就真的就是来，然后下去体验。然后，对这个东西稍微有点理解。对，而且也不要觉得说来这边好像一定就是要开多快，其实没有。我看了很多车，其实没有。原因的赛车梦。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哦，越晚风越大越冷，哦，好不好？这个很棒活动，非常谢谢 Tony， 真的是多亏有他的邀请，开心。有人找我拍照，但小师哥有没有停下来过？没有，他说阿呆的追踪会比他多。那订阅一下，这边。
海老面厂，这个是我们会员的店。今天刚好我们去拍力宝嘛，来这边看一下好不好吃。哎，嗨，没想到台中，你看还是很燥女车主嘞，好不好？我们进来直接来跟她处理了。来来来来来，我帮你们介绍，我们店呢都会有分三种汤头：豚骨、海老跟麻辣。对，海老汤头这个是店里的招牌，是虾汤。然后你们今天先选你们要吃的主食，还要吃叉烧、鸡腿、热排，还是要吃牛、吃海鲜，再下去选汤头。把你们店里最顶的拿出来就对了啦。啊，没有问题，我真的可以。我讲话好假不？拍假我跟大家讲。没问题，那就交给你了。现在都不会过敏了。不会。不会吗？不会吗？不会不会，他遇到女孩子过敏而已。冒烟的。哦，卤的很入味，有卤肉香，好吃吧？这口好好吃哦。这我应该可以干掉两碗。现场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店里面会有，因为我帮你准备其他东西，我怕会满。好，你看，我们直接跟他讲说你处理，对不对？紧绷最顶的拿出来，不这样子的话，我干脆就拿一个椅子跟板凳在那边坐对面吧。哎，美食公道我在对面吃，看不看到有？杯水牛，对，它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个台南那个牛肉的概念，对。那喝了会痛风吧？很浓是不是？虾会很浓。丢了，而且我跟你讲，面我喜欢吃细的，它刚好是细面。哦，好吃哎，没有牛骚味啊，这有水准的，有点比较像日本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的面沾到汤有没有？是有味道的，一碗吃完幸福感会很满。怎样？私心。觉得面可以再硬一点，我喜欢吃硬。哦，你喜欢再更硬。对，还有什么？再瞄啊，再瞄啊，再瞄吗？啊、连狗都不吃。哇！我觉得汤的味道有点盖过干贝的味道。哦，这汤真的很浓啊、嗯！你如果是真的很喜欢海鲜跟虾子，我跟你讲，这汤要修哦，完全都是虾子的味道。嗯，赞。哎、欸，一直来啊！你看热排，来啊！哦。很松哎、欸，它已经脱掉了，已经脱开骨头了，看太软了吧？好香哦，因为它里面有骨汁的香味啊，我觉得应该是跟这头捞一起卤，好吃、欸，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谢谢哦，这个味道真的超级浓的。为什么你当初会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其实今天你讲话很舒压，开会员直播刚好你差不多下班、哦，那时候正在收，我就会边收边听这样子，你看，对，陪伴着这个打烊的夜晚，对，所以不能收掉哦。啊，不能收掉啊！我爱哭，很习惯了。礼拜六，哎、欸，我今天6点起来，我等下回台北，晚上我还开吗？还要开直播，好硬哦。吃完了啦，干干净净。汤我是真的尽量喝了，因为是好饱。撤，回台北，不要耽误人家的翻桌率，还是我帮他翻桌。那个超过两碗就超过了，你骗笑哎！就这样子就好了，真的，小师哥真的，超粉丝干，割韭菜，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啊！对啊，我爸他说不行。没有。好，拜拜，快快快去，快去。